好，我是小屯黄奕璇，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。我从2015年开始成为水手，加入绿色和平船舰，在世界各地执行海上任务。过去50年来，我去过南极，亲眼看见冰山崩塌，阻止过破坏性工业捕捞事件，拯救过日本无根及台湾平民海豚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你和许多环境守护者的支持，我才可以成为大家的眼睛，站在环境第一线，将海洋面临的危机传递给路上的你。可惜我们的努力远不及环境破坏的速度，每年有1亿只鲨鱼遭到猎捕，澳洲大堡礁90%的珊瑚白化，南极有企鹅族群减少77%，北极熊也因为海冰融化，最快15年内就会失去家园。拯救环境已经没有时间拖延了，接下来这一年，我将在印度洋乘风破浪，执行新的海上任务，记录并揭露海洋破坏世界，为全球海洋公约做最后冲刺。邀请你加入我们，支持前线的船员、科学家和行动者，不畏艰难与挑战，一起守护这片蔚蓝大海。加入绿色和平，成为海洋守护者。